再也不玩那个东西了。双百的是嘞，你被他进化，你被他四连加虚弱。不想再欺骗了，我不想被认出来，能不被认出来就不被认出来。哦，我就说我下午回到家想起一个要做的事，然后想了半天没想起来。这个已经有点弱了。嗯，这个挖掘机一级不强吧？我觉得挖掘机一级挺高的。觉得我在打青铜白银的话，那个可以看直播，一定要把眼睛戴上。很多时候你们只是觉得对面不强不猛，你要看他的对手是谁呀、哦，好高啊！这个你就没了呀？哎，我刀呢？妈的，一波下打完了的话，刀全掉了。没点名，哦，他却没有吃过血，他有进化的。要赶紧杀，猫来了杀不了了。我被猫 A 一下 A 死了，有点难受，这猫 A 的有点疼，好痛。闪现肯定不用啊，万一闪现遇到个瞎子或者啥呀，那闪现不白给了，还不如留着呢。A 不了他，我那一刀平 A 下去他不死，我要带刀的平 A 他才会死，伤害有点高。
在需要共享，所以发现唱的话其实还是需要。说得好，我选择买。
谁帮他、啊？哎，他杀了五三塔，别看他好香啊，观众都香。可以表示不，我不听。可以表示不。小梦还是真的太菜了呀。感觉好奢侈啊，
话，现在感觉感觉上也好一点。Oh, my God.